That's one. Right. Score, you. Three seconds. Letting y'all know how, we letting y'all know how easy it is to score. Letting y'all know how easy it is. Tune y'all. We ain't going nowhere. All that for nothing. We ain't going nowhere. 小心点啊，不要受伤啊！用动作用上劲儿，不要受伤。 Make it. 防守，没关系。 Elbow grease. I like that. Elbow grease. Oh. Charge. That way. <笑>你看到没有？他打我的时候就是这一样，模一模一样，看到没有？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争取进一个。我争取进一个。打一个，！4-1，进了，好干！哎，还有 help defense，help defense，no help help，no help help。可以，轻点，差不多意思就行了，别逼我这发飙。 Three. Hey, oh, one. Woo! 再投俩他就慌了，我跟你说。哎 ，no switch, no switch. 哎，协防。 That's all he is. That's all he is. 韦德要生气了，脸色已经不好看。对。 有点急眼了。 Four. You gotta go to seven. Yes! That's two. How many? Two. Four to four, ah, 加油！哎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ice out of here. Six. 防协防，不用管人大个儿，没事儿。Look pretty. Help D. Hey, Lua. Good game. Yo, group picture. <音>但是你跟他怎么说的？我跟他说，你们俩可以一起玩一会儿，或者是他教你一个他比较帅的动作。可以啊，那可以让他教我个动作啥的。毕竟这一次韦德来，很想在他面前也展示一下自己的球技，也很想跟他在球场上有一些交流。 Are you gonna do that? Do okay? Yeah. So you come off the pick, you come off, throw the ball here, and you do this. Yeah. Woo. Yeah. Yeah. Ooh. Yeah. He got that. That's easy. You got that one easy, okay. Try this. Right, left. Do like this. It's a euro. Okay. It's the same as a euro. Alright, same thing. That's it. Yola.
Yoo-hoo. Whoa. That's it. You got it.其实感觉跟他交流之后，就是比我想象的好像还要完美。他的整个节目的态度，包括他的专业度，能让大家感受到他对于这个节目的热爱。兄弟啊，最近怎么一脸憔悴啊？最近训练太猛了，又是暴晒，又是疯狂的出汗，感觉脸都干瘪了。因为亚楠是水火小蓝馆，专属于男人的硬核宝石。哎，这个真不错。三个位置，三个班级，在各自教练的带领下进行着针对性的训练。锋线班，在冷面教练王世鹏的带领下，球员们不断激发自己的能力潜质。王增杰具有身高和力量的双重优势，蛮牛冲撞令其他球员望而生畏，防住这头牛。但是拥有高敏捷和反应能力的刘毅，在对抗和远投当中更加发挥出色。好球！锋线班黑马刘毅最终拿到保送资格。球场高塔内线班，程天豹作为补位球员再次回归。在 CBA 老将丁锦辉的指导下，经过层层数据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内线球员训练项目，最终来自清华大学的郭健毫无悬念轻松摘下保送资格。预备。然而孙大圣的后卫班，拥有丰富国外比赛经验的高崇伦、周凯恒旗鼓相当，但拥有美式球风的前 CBA 职业选手凯瑞图猛然杀出，成为后卫班领军人物。走吧。好的好的。至此三个队长的保送名额之争尘埃落定。同时综合两天训练成绩，排名末尾的球员普拉、韩学勤、朱春强、小川、严帅、邓丹、查理、刘书童组建成为末尾班。三名保送球员成为三支队伍队长，他们是粉队的凯瑞图、蓝队的郭健、红队的刘毅。接下来三位队长将组建自己的球队，请队员前往选择区。先宣布一个消息，由于丁帆因伤退出所有赛程，所以经过教练团商议，之前所有参加比赛的球员中选择王少杰补位。同时由于王少杰未参加本阶段的训练营，所以王少杰只能进